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剧场。今年刘诗诗终于凭借助自己端正大方的仪态、行云流水的打戏、真挚自然的演技，在古装剧领域重新焕发光彩。再加上她和任如意这个角色适配度很高，更是得到了无数观众的高度认可。正是因为刘诗诗用心演绎任如意这个角色，才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也让很多制片人再次看到了她在古装剧领域的价值。随着《一念关山》的爆火，刘诗诗也迎来了不同类型的古装资源，其中有一部名叫《明月别枝》的古偶剧已经开始接触刘诗诗。与此同时，《明月别枝》剧方还邀请到了任嘉伦这位实力派小生，如此强大的演员阵容肯定会让很多观众备受期待。任嘉伦、刘诗诗被曝合作，徐正熙惊喜加盟，《明月别枝》即将启动。《明月别枝》是一部集齐重生元素、虐恋元素、朝堂纷争的古偶剧，主要讲述的是女主许宁书和七皇子萧恒以及少年将军邓彦臣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目前男主邓彦臣一脚已定任嘉伦，女主许宁书一脚已定刘诗诗，男二萧恒一脚已定徐正熙。对于任嘉伦的颜值和演技，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从《锦衣之下》中的陆毅到《周生如故》中的周生辰，再到《与君初相识》中的常毅，都给观众带来了很多难以忘怀的高光时刻。这次任嘉伦携手刘诗诗惊喜加盟《明月别枝》这部作品，肯定会碰撞出很多有趣的火花。至于女主刘诗诗，她是业内前辈公认的实力派演员，也是无数后辈备受喜爱的古装热门小花。她无论是古装扮相还是演技表现都无可挑剔，成功长在了观众的审美上。截至目前，刘诗诗已经给观众带来了无数古装佳作，比如《仙剑奇侠传三》《步步惊心》《风中奇缘》《怪侠一枝梅》等等。不得不说，刘诗诗在古装剧领域的可塑性很强，无论是明媚动人、古灵精怪的女性角色，还是清心寡欲、英姿飒爽的女侠角色，她都能完美驾驭。请相信以刘诗诗的气质和演技，肯定会赋予许明书这个角色有趣的灵魂。再加上许明书这个角色既有若曦的古灵精怪，又有任如意的英姿飒爽，肯定会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至于男二徐正熙，他自出道以来就备受观众认可，可以算是一个用演技傍身、用作品说话的全能型演员。再加上他古装扮相经验，打戏行云流水，眼神细腻深情，肯定会把萧恒这个角色变得更加饱满立体。与此同时，徐正熙和刘诗诗在《明月别枝》还会演绎虚假的帝后情深场面，肯定会带给观众愉悦的追剧体验。至于任嘉伦，他本身气质就很适合阳光明媚的少年将军形象，肯定会为《明月别枝》这部作品提供很多有趣的看点。目前《明月别枝》正处于筹备阶段，让我们一起静待官宣吧。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